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谁都不一样。建设边疆，一手拿枪保卫边疆。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，是我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学校。我们在这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宏伟的战场上，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不断前进。